113年10月10日，洞沟五沟石，拍摄金豚搁浅情形。那目前本所人员正在量测长度。通霄安检所于今10月10日接获通报，于通霄海水浴场疑似有鲸豚搁浅，本所立即派员驰赴现场，抵达后确认已知瓜头鲸带源，随即通报海保署及中华鲸豚协会单位协署，海巡同仁遵照处置流程四步三要，持续为鲸豚遮阳、保湿及减低周遭干扰，后续以沙滩车结合人力将鲸豚搬运上车，后送至八斗子海之森鲸豚救伤站救治及观察。第三安巡队呼吁民众倘于岸际及港区发现异常或带源保育类动物，欢迎拨打海巡118服务专线，本署人员将竭诚为民众服务。